我有一次演出，那是我刚比完赛的第一场演出，然后是一个中秋节吧。我那个演出我看过。不会吧？真的。是真唱，我只能说。我的天，就是跟我说，哎，让你唱巫启贤的《团圆》，然后那首歌我从来没听过，整个下午一遍一遍放映。我第一次演出，我也紧张。那十月份在长沙，长沙又冷，一冷那风一吹啊，那风一吹，然后我就问金明，我说完了，我完全不记得怎么唱了。那怎么办？然后我就编了，我就编。本来是很美的，就那个什么梦，其实很近啊。我唱的是梦可以很遥远，不枉费在浪费岁月。全世界走一遍，不枉费来到人世间，不枉心爱遥远，梦想是。最尴尬的是还要摆三遍，每次还都不一样，摆三遍。我当时心想，我怎么还有？你继续编，继续什么？我当时我们全家人都在看着，你全家人都看，你全家人都看。编段子真的，我看到后来真想笑。比如呢？说吐槽我身高嘛，就是他们就说不要吐槽我的身高，不然小心我跳起来打他们的膝盖。还有是什么？有一天，有个小学生放学回家，他们家住十五楼。然后他按不到十五楼，这时候我一进来帮他按了一个二楼，说哥只能抱你到这儿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所以我自己看到我都笑，我就觉得不气了。他能编出来也是恭喜恭喜，学到一定地步吧。还有一次我试镜也是，然后我试的是一个那次就是那个魔法的那个，然后明明就是按剧本走嘛，跟我试镜的医生那个他非要加戏，你知道吗？说他你知道怎么样？你干嘛呢？是这样子。我就说这是个就是魔法的嘛。就是我又不是那种跟他一起抗衡的那种，他一他一怎么样怎么样，哎，你学的太像了。不要再来一个怎么样，因为他比我高，他是斜视的。
绝对会做成一个表情包，流行全。